ことね。Rangyang Khorwa Tsungra Jingpa Yengi Tingsha Yase Kekyapa Nne Tesele Kangla Kyab Namma Shoye Kung Chok Chamke Yase Lani Yin Tsung La Tsukang Ki Li Yung Chitang La La Yishipan Chik Tingpa Nyi Yore So Teta Wadu Kai Ta Wang Po Nengdang Tamang Tela Sopo Ngokala Jina La La Yishipan Chik Tingpa Nyi Yore So Wang Po Rabla Lai Shiji Ti Yi Yo Ma Tamshi Yi Shiba Re So Kang Re Ti Ne Lai Shi Ta Ji Ti Ge Che Pa Re Ti Ti Ne Ranang Ka Dumni Ti Chong Yin Sen Jiang Gu Gu Zhe Ti Ta Song Yo Re Ti Chik Ti Ba Lai Na Ti Ti La Jia Chun Zho Tang Ge Ti Ni Ti Ne Ga So Ga Chi Wa Re Shi Ti Kang Yin Ne Sen Ti Ne Pei Pa Tong De Ti Ne Na Ke Jia Chun Zho Jia Chun Na Ti Chik Ti Ba Lai Tamshi Yi Na Ti Ta Ko So Don't Sen kowa ni tana, lun kowa ni matani, rengi yung song ku yore. Dewe, sen dandi ni tadi liyo na, sotang soy na tega tani, nange, tseta ta sama kaji ni jak tuku yore, tse kaa ni tani pina, dandi si pa tani chakrung tabari, tani te, tani chu tawa koku yore, tani yimshi ki loo tani te, cha tawa loo cha di yore, tani latang matati,刚才那样变了，所以说当我当天在这里已经接不过了，这里所做当我当天在这里已经接不过了，也从做这条过了，哎，没有了。第十页，自己仍然浮于轮回狱，世间神奇能够解救谁？是故依靠真实不欺者，皈依三宝乃是佛子行。这边的神奇也可以理解成为天尊。 那么天尊也分为世间的神奇以及出世间的智慧本尊这两方面，按照众生不同的根器，还有他的性解心的差别，有着上中下的不同的层次，自己的根器跟性解心有上中下不同的层次。对于根器上等者来说，世间神跟出世间的智慧本尊是没有差别的，主要的。 主要的态度，主要的差别在于皈依的态度，也就是皈依的方法。如果你皈依的心态是，唯一饶益其他有情众生的话，那么即便你所祈祷的对象是世间的神奇，那他们也能够，同样的来从事饶益众生的行为，所以这样子做也是有益的，主要是因为你的心态是为了饶益其他有情众生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世间的神奇，这些世间的天尊，他们自己也还在轮回当中，不管是谁，只要自己还在轮回当中，还带着我执的话，他就缺乏救度其他众生的能力。当我们在讲解脱的时候，解脱可以分为身的解脱跟心的解脱，不管是哪一个有情众生，他都有两种情况，一个是。 身从轮回当中解脱，但心并未从轮回当中解脱，或者是与此相反的，身未从轮回当中解脱，内心却已经从轮回当中解脱的。那在这当中，最重要的是内心从轮回当中解脱，因为内心的解脱意味着自己如同冰块一般僵化的心，它得以消融。 就像是冰块，它要消融的话，必须要有热源，比方说热水浇灌在冰块上面，可以使冰块融化。这个热水的譬喻，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利他心。如果有利他心的话，我们的我执心将会消融，那心就可以获得解脱。任何人他们想要有救度自他的能力的话，必须要从消融我执，必须要从利他心着手，才有可能达到。 拥有自他二力的能力的，不论如何都是如此。
대양 권초 집안에더니 신도 권보리스 다 권초 좀 짜증 좋아하더니 다들 공부 망보송 그 상제 좀 받고 추송하고 대만에 받고 공송 저리 쇼파양 공부요래 저리 무슨 짜증 좋아하더니 짜증 철진 좋다 봐 공부요래 저리 짜증 철진 공부 좀 비슷한데 저거 권초스래 다들 짜증 로 삼바삼제 로지바삼제 저리 코안 다 찢어야 옛날한테 내가 들이 랑글레단 염모고 왕건 코바고 등에 때려드니 우리 남극고 조선 때려 짭순 로마시나 남극고 조선 짭순 로지 시랍다 힌지에 조국교의 신이래면 들이 나한테 좀 말하나 들이 코바고 등에 내가 용구요래 때려는 말로 짭 인자 짭순 로철지 싸지 뭐이 주주밤도 들룩조소 此处讲到皈依三宝，三宝的宝是什么意思呢？是极为稀罕、极为殊胜的意思。怎么样理解极为殊胜、稀罕？它有几个层面，比方说佛出世难，佛说法难，正法住世难，还有皈依入佛门难，这种种的难都显示了三宝的殊胜的道理。那么从外在的意义来说，皈依三宝寻求佛法僧三宝的救护，这些道理我们基本上能够懂。懂得这些道理的原因，是因为过去的业力缘分以及所发的愿的结果。但是，除了这样子的外在三宝的意义之外，我们还更需要进一步的认识到内在的三宝到底是什么。内在三宝无非指的就是，智慧、慈悲跟善知识，这个就是内在的三宝。我们所需要掌握的皈依三宝的道理。主要是内在三宝的意涵，主要是为了透过内在三宝的真实意义来使我们摆脱我执的束缚。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摆脱我执的话，就必定要在轮回当中持续的感苦，就没办法得到真正的救护。所以呢，有一句话讲到，修持不是重点，懂得修持的方法才是重点。皈依三宝也是这个道理的，要真正的从内在的三宝的意义去理解皈依才是他的真意。现在如果你从东岸的这边来就觉得特别爽，就是说了吧，就这边的南阳没进，叫谁来的也爽。你叫成了出啥节目的这里，那这边来是吧？这个你们这些人是这对吧？这边叫康里，上这里，东岸叫康里，南京里。当地你从羽毛把这个勒上了，如果你从这东西，如果别人就多少痛苦要的，多少东西干的都，这干的身体把人把他多少东西干的都得了病呐，这里你从这东西，这里我从吃嘛，当然羽毛把这个，哈苦特别的，得了病呢，这里叫我不给送来，咋咋地怎么我拿手不上了这里。都给个没做的民主节，他他这个要的，我那等着他等人也大，你要把这上这东西呢，这是如果搞这上面需要买，这个就不可能上面，这上面这里，这了这里，你们不能结果的去，没来不送人家去，这里没来的把上面没什么结果，我那其他的这个要的，都那你们不能经常结果的去。极难忍受所有恶道苦，佛陀说是恶业之果报，是故性命即使临危难亦不造恶，乃是佛自心。刚刚提到了修行当中比修行更重要的就是懂得修行的方法，什么叫做懂得修行的方法呢？比方说信受业力因果的规律，比方说了解乐因跟苦因的取舍。什么叫做乐因？对众生的慈爱是造就快乐之因。什么是苦因呢？执着自我的自我中心，它会带来烦恼，它就是苦因。这样子的烦恼自相展现于外，于外相上就会有像三恶道的痛苦相，比方说地狱道，比方说旁生有情这些动物，它们的身躯就是由烦恼自相所成的。外在的苦都是可以直接见到的，我这些众生比方说
动悟到的有情，他们的所受的痛苦是我们限量可见的，直接可以看得到烦恼如何展现于外的自相。那有些痛苦是我们暂时可以以外缘来救济的，比方说像有些人会喊头痛啊，那就需要或者身体不适，就可以透过医疗的途径来解决问题。不过像三恶道众生的苦，他们也是来自于烦恼，但是极其沉重的缘故，所以像是地狱道有情、恶鬼道有情，或者是旁生道有情，即便我们再怎么样的去救济他的痛苦，仍然是没办法遣除他正在受的痛苦。所以真正的问题就要回归到苦因上面来，这个苦因就是烦恼，我们所要摧伏的、所要解决的实际上就是烦恼。所以至尊弥勒日巴尊者才说，他从来不畏惧任何的鬼神，但是他畏惧烦恼心啊。这个道理跟这边所讲的即使遇到临命关头时也不要造恶道理是一致的。是什么地方咋地是把你遇到这个就不去的，然后我们就他把工房就懂得你把这些人的人说是把什么的刚刚朝朝等朝了什么的比人家的康生生经验说这个如果要看啥啦，这俩什么那的，什么什么的啦，这是一点了，当地有的，当地的有的，这里打了七八趟，等于等于了当省有的两多把的，这都是受强了，如果没不了，这大概有的，你到达那块的，你从两万元没拉手过，这里没不到拉手过的。那个通商人民呢，对开门人把这里有的那样，那他新学期把的西拉布人的，西藏是这的，上级西拉布把的什么说上级给来准备，我说呢，那他新那个大街上杀了的总统也没办法的呢，你要把个扎头有的，对他，成他们这个哈口有的，他你要有啥的，这上级个个出现的话就。시랍을때문에대해서시랍자동등사람나더니사지가깔타인을두고요래대해서요래사라지대로대로대화중에를찾고하더니대변타동해지베르다사람직진그간공부한대내는나다대화요래매대화지대화동해지찾구나대화하장총총을때문에다말해지동해마말해지那你真没把劣化钱就得弄黑了吧？哦，别的劣化钱的这头就说是弄黑了，怎么了？说不落都不不没得，弄黑没把接到我嘛的，就总得有把钱嘛打把的啥过来，等你得谈过了，当地那谈过了，南疆嘛就谈不公房就人品的落去，当地那里谈呢，等你弄黑了嘛打吧，这个他们没那么大的，这么大的哈国出不来边了，南京人吃不到了。这大概这里，他们官方去把人到南京人，他们才接回来。十二页，三界快乐犹如草头露，彼是刹那坏灭之有法，恒常永恒不变殊胜解脱果。努力追求乃是佛之心。这边的三界它一个它的原文是三有，当然也是与三界相通的。所谓的三有指的是地下、地上跟空中的世间，也就是整个世间。它比方说以空中的世间来讲，就包括了无色界的天道在内的环境。所谓的三有的有是存在的意思，是怎么个存在呢？是依于我执而存在的。只要有了我执，就会贪恋自我，对于与自我相对的他者产生排斥心，这样子的贪恋跟排斥心就构筑了生命。有些人会怀疑很多不可见的生命是不存在的，比方说争辩地狱道是否存在的问题。有些科学家他们主张眼见为凭，但是所谓的眼见为凭，科学家所讲的科学逻辑实际上是基于智慧的道理在说的，而佛陀的以他的智慧照见了业力因果，所以说不管是地上地下皆有有情，地狱道也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晓得，只要越追寻着崇尚智慧的这条道路，科学发展越能够崇尚智慧的话，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应该会更接近佛陀所讲的这些道理，他们也会真正确定，即使是不可以肉眼观察见到的这些世间仍然是存在，这也是能够以智慧而得出结论的。那么在了解这些道理之后，我们就应该深信业力因果，深信痛苦是有其成因的，而整个轮回是充满了痛苦的自信的。比方说，当我们认为某些事物是快乐的时候，它的快乐是如此的短暂，因此很快就会因为无常性的关系转变成为痛苦。所以人生总是痛苦居多，充满了痛苦性的，就像是我们日以继夜的工作，希望能够换取生活所需，这当中也有很多的劳苦，这些劳苦都是不离痛苦的范畴的。有钱人有有钱人的痛苦，贫穷者有贫穷的痛苦，所有众生都因为事物是无常的缘故，所以即便有暂时的安乐，最终也会感受痛苦，而不能够脱出痛苦的樊篱。如果你要真的从痛苦当中解脱的话，就像这边第三句所讲的永恒不变殊胜解脱果，希望希求解脱，从世间轮回当中解脱，对于轮回没有任何的畏惧，对于痛苦没有恐惧心的话，就必须要从信受业力因果，知道如何构筑快乐之因，如何避免摆脱痛苦之因去下手。如果真正懂得这一点的话，才有可能摧伏我执，乃至最终的从我执而产生的痛苦当中获得解脱。所以应该要追求永恒不变的永恒不变的殊胜解脱果，就是佛自性。Tongri tene dala se waje mana dona randi cheche saas jesu taye sebje jor jesu saasok sebje jase lani so nini tukwa chenbu go chok nini che de tene tukwa chongwe shang rang tando yu lo de tukwa chongwe so tene tere nguni tar guna rang tando yu lo de ka tarken toga mazok takje etama ngao shiba nere ma tanda tere take yu mara tere tene tere tukwa chenbu lo de tukwa chenpu lote maani kaanin yonkore de tukwa chenpu lote kaarele tukwa chenpu lote samte de echi samte tangpo kaanin yonkore de ta samte tangpo aman yonkore de echi tatangro gebishi ni tabia lama chebi yore gebishi ni tamto chama gaga yore de kaari cha gaga yore de na o gebishi ni tega samte tamto tia yore echi laa chiba samte tamto jing takpar jing pino gebishi ni tamto chama gaga yore echi Kareka tiri yuushin yi tsiwa yi maa tiri o maa tari yi tsiwa yi yore yi tiri tiri maa ni tangpo tiri amaa yi tiri lundi ki mechi po maa ni tiri sok cha yi maa tiri pati kanyang mishin na ranga pati takpo jaki yore tiri sok cha tanchi maa ta poi ka ni samti yi tok yore tiri yi tiri samti yi pari ngunji sa ni amaa ni ngunji yore Ama chang ka tiri, ama chang me pare tiri, thoma me pare tiri, lo chang me pare tiri, te tawa samna, tiri tiri rangi samti machi na, tiri rangi ngo tsao re, yina yinu ni ki na, chu samti machi na danzi di, dhati tocha jamna shik tokyo ma re si. Dhati tocha ka tabali da lakwa le lakwa re, toto kwa re, yaka nilikam ke, toto kwa re. यहाँ दांती तो तोड़ देते हैं सांची ढंग में भाई दांती चार तोड़ चुके हो मैं सांची तोड़ के चिंगे वो खोलो तो वह दांती जब काली के तोड़ दो तब सांची के तोड़ दो हाँ कौन तब सांची चाची बोले से इतने सांचों से सांची ना जीन सांबा केवल सांची इतने रंग बिला चौथे वाले को दो उस बिना देर rāsa diwa lewa ca dāntiñ ti ca chāng mo yo resi, yīpiñ lo cha ca ma chāng chab di, yīpiñ lo jena dāntiñ pa chāng lo do, chāng chab di, tiri chāng chok sen ki yiso, māni yi zung di tiri, ta māna kwa ta yinpa sep ki yin tam ki yidro, ta labi rinpa tam ki zung ku yo resi, ndo na sam ji di ta chi bo resi, ti ha ku ko resi. Wūshī yī lái dui wo, 怜爱者，诸母若苦，
而我怎能乐？因此为度无边有情众，发菩提心乃是佛之心。这一段它归纳主要是谈慈心跟悲心的重要性。从这一个偈颂开始，往下讲都是属于大乘发心。在这个偈颂之前的教法，都是从自利出发，成就自身的安乐的小乘的道次第。之后都是大乘法了。大乘法讲的这个解脱，是立基于从自我意识当中解脱的。我们要如何让自己解脱呢？就必须要从我执当中释放出来。如果不能够从自我执着、自我中心当中解脱出来的话，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脱的。所以我们应该要认识到，真正的大乘心是谋求自他二利的解脱。那这样子的大乘心是立基于慈心跟悲心之上的。如何有慈心跟悲心呢？慈心跟悲心的功德来自于母亲。就像是很多人喜欢善知识，重视上师善知识。为什么他们会重视上师善知识呢？这个上师这个词，它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无上，一个呢是如同母亲一般。怎么解释呢？无上的意思是因为善知识们，他们总是在意念有情众生，总是心里面所思所想的都是有情众生，这样的无量的心态称为无上。再来呢，犹如母亲一般的意思是，善知识们，他们对于一切有情众生具有慈爱心，就像是母亲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所有的众生他们都懂得关爱自己的子女，不仅仅是人道众生如此，动物道的众生乃至小虫也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母亲都会去照顾自己的下一代。那所以我们晓得慈爱心其实它的来源是母亲。那我在生生世世当中，我们的母亲是无量的，无始以来至今生生世世，我们有着无量的母亲，所以我们应该普遍的关爱这一切多达无数的母亲他们的安乐。如果我们弃他们不顾，不去慈爱他们的话，是非常丢脸、非常令人感到羞愧的事情的。那么我们应该晓得在慈爱的另外一个面向，另外与它相对的面向，就是我执心、自我中心。自我中心是很难摧毁的，只有透过慈爱心才能够把自我中心的我执给毁掉。外在的世界，身外物或乃至于我们自己的身体都会毁坏，都可以被摧毁。比方说以强制力、公权力的力量可以摧毁我们自己的身体，可是心里面的我执则无法用任何的外力加以破坏。能够破坏我执的，只有透过爱才能够把它给破坏掉。我们讲说菩提心或者是究竟的菩提果是如此的重要，因为菩提它分为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清净，另外一个是精通。精通什么呢？精通利他心，精通慈爱心。如果有利他心跟慈爱心的话，就能够净化我执，完全净化我执，完全善巧于利他心的状态，就是究竟的菩提。所以我们常常说，等虚空的一切慈母有情，在三世道或者是三圣的次第当中，总是会谈到这个概念，与这个概念息息相关。原因就是因为慈爱是它的根本。农民嘛嘞，大地流利用，若不上进，一片森林中，这是大地自己的功劳。养大地话，家谁让的也说，大地的嘞，农民接到的就够多，开心就够多，什么什么。你们来，你们可不可以在这里？这地方没他们这个说的，
다 집안들에서 유목을 내마고 싹고 해지 다 조세 인 통통제들 들라 나들에서 다 작작 조과 작 나리 참마 난진이 마정리 직정요 말이지 대외선이 오 다티 다티 난진이 이보다 이빙을 놓고 이제 반응이 다티 이보 이빙을 놓아도 요 말이지 无余痛苦源于自乐欲，圆满诸佛但于利他心，是故己乐他苦二者间如实交换，乃是佛子行。前面提到了我执，是痛苦的根源。那我执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执会产生生命的形态。由于有自我的概念，所以我们会造就了自己的身体。由于造就了身体，就会开始跟其他的众生有互动。比方说，如果有我执而投身于动物界的话，在动物界的众生总是互相残杀的。这个互相残杀是身不由己的，因为他们本能的感受到饥饿，饥饿的时候就是需要以其他动物为食，所以互相残杀等于成了动物界他们的自然规律。就像是本来一个心事他要投身的时候，如果他投身在像是蜘蛛这样子在特定范围当中捕猎的小虫的话，那他就在这个范围当中经营自己的身体，经营自己的生命。然后如果有心事因为贪恋这个身体而进入到小虫的身体当中的话，他就在这里面孕育逐渐的成长，然后乃至于他以他的母亲的身体作为养分而逐渐的成长，成为一个在同样的生命形态之下进行生命周期的小虫。那他的生命是如何造就的呢？他的生命也是以他的自我中心，以他的我执心而投身于这个旁生道，投身为一个小虫的生命的。这都是跟业分不开的。由于过去业力的促使，他现在感受到如此的业的展现。而这个业，它的根本的问题来自于自我中心，来自于我执。自我中心会造成很多的冲突，比方说个人跟个人的冲突，国家跟国家之间的纠纷，其实没有一件事情是跟我执完全无关的。那怎么样才能够消融我执呢？我们必须要确信认知到利他心才能够真正的对治我执。对治大对心结的话，养大结娃的哦，一直等那点那个地方一不下过来是。这看你呢，这就靠不着了的。哦，我怕住我靠不上其他的，睡觉前做不了的。这个今天俺跟你爸有出个地方，我咋来了？今天那个他那爸爸就有出个这里，实际的并不是话，说出的这么大劲，你爸了。哦，他开始吃进弄了那个大的烟几把子，哦，他这成了拉不来的。这没有他，哦，这到的烟开始让开始把他妈都要买的，他开始过，哦那。这他们这个一个苹果算落地用了，刚的，甚至人家变成三把菜米把劲了，那不能搞个东西用了，这什么那么个样嘞？开始就让俺们给上中村个白家用了，说家些很多没住不东西用过的，他挺能解决吧？让这个东西那把菜去，人家东西吃两个样的，怕上菜用了，打了吃东西的那个样的，你就懂了一点。这个如今如果适当的平把钱文用个，别在这个南京个，你三把钱文个用尽了，真的在这个南京个用个要嘞，如今就是不搞这个东西了，会哦，让大家再来去，对，让个上街的话就怕他们过去弄那样子的，在咱们这两个上街这东西吧，别人吸收了上街跟我这个嘞，在这个或者南京的用途呢，是那些牛波嘞，桥路这道上呢，桥路的地方超过，别在这个。让你个的人家都没领出去过的这里他们的地方个在咱们他们人呢说不清楚的他们这里我们站在这里说他可以有的说不上民航的那说不上也不要的这他们三种他们啥啊是个没用的哦三级三种什么没有的这种通知的这里我是聊了一些的大的呢什么大型结果的当了大金娘把的做当的钱呢，真的给我来吃，那做嘛就是。
第三句提到了是故极乐他苦二者间如实交换乃是佛之心，如实交换就是正确的交换，要做自己跟他人的痛苦交换的施受法。当然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很困难的，而且要完全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快乐跟他人的痛苦进行交换是谁也做不到的，但是是需要尽力的去做，在内心当中尽力的去观想苦乐交换自他交换，这是我按照自己的能力能做多少就去做多少的。当然你如果完全能够放下自己的快乐跟然后去代受他人的痛苦，这当然是最理想的。不过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退而求其次的话，应该想着我能够为众生的快乐补充多少力量我就做多少尽多少的力，这样子做的话绝对是有它的作用的。我心里面时时刻刻都想着如何饶益其他众生，这件事情本身是有利益的。比方说过去有些人他们过去生因为熏修慈心悲心跟菩提心的缘故，所以今生自然而然的对其他众生的痛苦是非常有同理心的。比方说看到一只小虫一个小的有情众生在受苦的时候，他会感到异常的难过。为什么会难过呢？因为他内心有慈心跟悲心，他前世已经熏修过慈心悲心的缘故，所以对众生自然会有爱。当你对众生有爱的时候，看到他受苦心里面就会感受到难过的，这个就是真正慈爱心有助于所有众生的一种作用。他对慈爱心对有形的众生跟无形的众生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对所有的众生去修施受法，希望能够代受众生苦然后给予众生乐，这个就叫做正确的做交换，交换的是极乐跟他苦。如此一来才我们就能够用慈心跟悲心来真正摧毁三有轮回，因为如同前面所说的三有轮回是来自于我执，来自于自我中心的，我们这个我执的冰块透过慈心跟悲心的热水的灌注能够让它消融，自然而然的我们不断地培养慈心跟悲心的情况之下，自然而然的能够去帮助其他众生代受众生苦，如此一来才能够使自他从三有的痛苦当中获得解脱。有了慈心跟悲心的话，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式使慈悲化作力量，比方说新建学校赞助医院，这些事情都是由慈悲心所带来的作用。所以呢所谓的正确如实的交换自他自己的乐跟他人的苦，主要是在内心当中去落实的，在内心当中晓得怎么样去承担他人的苦去交换去给予众生乐，然后再更进一步的晓得究竟当中自己跟他人是平等的。那最主要的是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这样子的话就是真正的在如实修自他交换的。不但都希望跟大家能团结做个错的中国人的道路给他的给他的这样的话加上了你一种但是他被忙不了开始不如去我要找我做过去你看见的去他被他们不说的我要让你给说什么的你那就做不能忙不了的说什么的他也就这些呢他在地方就这个我团结做出来他在这当地怕说的要干的这样他妈那个车让大牌控制住了去，这样大牌控制住了，那个说什么呢？可能三九元那的杀出去了嘛，已经拿了龙珠头了，这他们，你不是错岗错的就那样，这这个拿了就话说实话，他们去了，来了这个林场上中不能上升，这哦，这头了。这都搞完光出去了嘞，这里头已经忙不，大看这个，大罗松忙不动，罗松等人罗松动，这村子特别要么来个特别要么呢，这些哦不能说松的和平均血糖也没吧，这里跑了把这身体挖焦，让俺明天点住过来，出来点就没嘞，我跑了把我等你来嘞，这里忙不中国强了，还讲朋友嘞，这呢，去大的人，谁能把刚错了个哈？
新的人家可我没得大家忙不得我这趟就怕拼多透过的龙岗生活呢拼多我这么大被夸夸起来什么不容易查到了的怕错从人家上不容易收到的这把这人我去谁能不能错了那去对了我的谁人起了大贪，将我财全部夺走，或叫他人夺，自身受用三世诸善业，回向于彼，乃是佛之心。我们很多人在过去生都会有，今生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况。比方说跟某些人结交，然后会花费很多的钱财，或者是从中失去了很多的钱财或利润。这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像被别人夺走财富了。实际上，一个懂得业力因果的道理的人，面对这样的情况，他是能够处之泰然的。为什么呢？一个懂得业力因果的人，他晓得今生与人相处的时候会被别人夺走财富，会被别人给诈骗，是因为过去欠别人的冤债，现在正在偿还冤债的缘故。因为你如果没有在过去生与人结下冤仇，或者夺走他人的财富，没有这样子的业的话，即使今生有人要来抢夺你，要来偷盗你的财富，他也是无法取得的。就是因为过去生有欠他人的业债的缘故，所以现在有了这样子的果报。那么一个懂得业力因果的人，他就会晓得我这样子是在清偿我过去与人结下的冤债，所以呢是对我来讲是有利的。否则的话，不懂得业力因果的人，他可能会想要去打官司，因为别人把我的财富夺走了，他把我偷走了，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夺走我的财富，他就觉得愤愤不平，所以需要打官司。打官司又需要花费非常巨额的财富，而也不见得会赢，因为过去有这样的业，不见得能够从这个官司当中获得平反、获得好处的。可是如果你懂得被他人占便宜，或者被别人夺走财富的时候，就是在偿还业债的话，那么彼此相处起来也不会有嗔心，自己心里面也觉得心安理得，觉得非常的快乐。因为你会晓得我今生被人家夺走财富，是因为我自己所造恶业，他会夺走我的财富跟他的业力有关。所以我们的身体、语言跟内心三方面，其实不管是受到哪一个方面的困扰，其实都跟过去的业债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现在在这三方面受到苦恼，其实都是在偿还我们过去的业债。就像是巴珠罗摩切曾经这样子跟我们提醒的，自己所受到的各方面的苦恼，其实都跟过去的业是息息相关的道理，这是一样的。我就是呢，你就把个这些都管了，当然你把这些了呢，正常平时说话的就把。去了马上就不搞出来了，对怕是平时手里去把这打上去，什么的需要你要设计你个来买了激动就要设计用了，他就来个什么你去超用来什么做用的，不说超用的说过你说超的能量的那些新入门的设计我搞不过的设计我这次来买就叫用了，这边的啥事是那样哦，这趟去了生意的来来上面的两个先把少个人掐去，拿了就说什么工作不容易人掐去，先托把拿的人掐去，女人拿上了得当拿出人掐去，他们这些人在查到过往的员工以后那边呢，在上面女木把了这来人两个女木把，世界上女木被接上，女木被两个怕来啥，他从靠上靠完到他。但超了你冲着落下来背了这个哭了就把这里去这上面这里这个获得啊你所有人差的上多出生了不拉等了上这里就来自于住的回答这满意呢哭啊是一种没哭的压上大洋家的人陪着就是这边来的呢洋家的你来嘛我上我有了这个他的没听到谁呢？那是女主的，我上这个，好像是阿什么来的。
自己一点过错也没有，某人竟然要来断我头，仍然慈悲将彼诸罪过由我来受，乃是佛子行。有很多的冲突乃至战争或者是残杀的这些事件都跟过去的业是有关的，比方说一个生命被杀害了，其实杀害者、被杀的对象还有杀生的这件事情都是跟业是相关的，如果没有相关的业是不可能有这三方面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的。比方说有的时候无意间杀害了，就是害死了一只小虫，自然的就造成它生命的断绝，这个也跟那个小虫本身自己的业是有关系的。如果它没有这样子被杀的业的话，绝对不可能无端的有人在不经意之间就把它给害死的。我们要晓得业它有很多的类型，就像是刚刚在讲到过去的业债，过去的债一样，比方说会被杀害的业是由于过去欠人命债，会被抢夺的业是因为过去欠人钱财的债，比方说夺劫三宝财就是欠下财富的债。有人会在今生疾病生很多的病，疾病缠身的情况，就是因为过去生捶打他人、殴打他人所欠下的债，这些债都是需要还的，在清偿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很多我们所不愿意的这些负面的状况。那这些问题都是什么？都来于何处呢？来自于过去自己已经造下的烦恼，已经由烦恼而造业，烦恼造业就会感果，这样子的循环不断的下去，我们就称它叫做轮回，循环不已的意思。在轮回当中，我们总是在恶业循环之下、恶性循环之下，不断的跟别人冲撞，就好像冰块在水里面不断的彼此碰撞一样。这样子的碰撞产生了冲突，我们就称它叫做轮回的景象。为了要从这当中解脱，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发愿，希望自己跟其他众生都能够从轮回的痛苦当中解脱，都能够不再受到自己所造的业所制约。如果我们能够不断的这样子想，不断的饶益其他有情众生的话，我们过去所造的负面的业将会不断的减少，不断的减退的。与此相反，如果我们不去想这些都是跟业力因果相关的话，我们会造更多的业，而在恶性循环当中不能够脱离出来。所以无论如何，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信受业力因果跟慈爱心都是极其关键重要的。내년에냠인그호갑같이보여낸데라마음보는데용시절이서다서있나나따는용작과야때문에때몰아나서봤다참첩이죽과가지고저는깝더니시당몇시들을내쫓지모르겠지나오이거나지차도되마사는지대서는더니대를더니대신경낭지를더니경낭지못해샤로우요래서몇주가세운걸그새터면터면내래서어나내가세운말고그새누구세터면말이지가시세서나코코로랑을땅은이나산축선세나냐와는도콩아니가냐와도그래서야다제가상인지제못을제진좀막진실아주여밤에피나세손에주남시대마타듯이신한눈으로쳐보여그래서오코로나니밤에봐랑아들이세지레오는자고자깡는세로그래서시적은아수쪽쪽은말했어이런세손을샘지산속선세먹고또제진좀막진이되네제소소나소통을왔다래강제도진정나대서서는랑랑제진좀막진이되게좀넣어도우리들대리가지고있는대리대답을드는대답장보래所以一切的情况都跟自己的业力分不开的，比方说遇到战争，或者是遇到他人抢夺自己的性命，或者是遇到车祸、交通事故，这些事情会不会伤害自己的性命，自己会不会从中受害，其实都跟自己的业力分不开的。比方说今天有人要杀害自己，或者是出了交通意外，生命就危在旦夕的时候，有些人会非常的害怕，说哇我就要死亡了，非常的恐慌，或者是别人来杀害自己的时候感到非常的恐惧。其实正是因为那样的恐惧，可能就促成了这个死亡的结局。如果一个懂得业力因果的人，即使面对
大祸临头，他人要来杀害自己的时候，他懂得想，哦，杀就杀吧，如果我有这个业我就会被杀死，如果没有这个业他来杀害我也是不会被杀死的。这样的话不仅能够不会害怕，而且呢也不会升起嗔心，因为你升起嗔心的话不但不能够解决问题，还会使自他都堕入恶趣的。因为他杀你，他本来就会堕入恶趣，那你自己因此而产生嗔心的话，有可能会让自己堕到地狱道当中的，这是完全不利的事情。如果你懂得业力因果的道理，晓得会不会发生如何的结局，下场都跟自己的业力有关，而在内心当中意念慈心跟悲心的价值，而并且去祈祷本尊，比方说祈祷至尊度母或者是阿弥陀佛的话，那么就能够解决眼下的问题。即使说你真正被他人给杀害了，但是因为你心里面带着慈悲心，带着意念佛菩萨的心的话，那么仍然是可以仰仗善根而往生清净的刹土的。所以如果说这个是定业不可转的话，过去的业力一定要成熟的话，即使是国家的公权力介入，即使是统治者介入，也没办法挽救你的挽救你的命运。这时候你能够做的不是去害怕或者是去怨天尤人，而是在内心当中意念本尊，一心祈祷至尊度母，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可以解决业力果报的问题，而不是去闪躲业力的规律的。该去的人们，那说过，多少吃过多少钱呢？三百三千两千的，用这句话解释一下呢？他们一般就办的了，用这理由的，用这去抗的的呢？让人们一般用的的呢？那个种子，那个果子嘛，这种子通出去的，有些人早上，说这里们一般就会通开的的上那的。这是说说眼睛了，去到就第十万块钱了。这是眼睛了，这里跌了，这里差多几万块钱过来。这是哦，那这是眼睛多少嘞？那不错了，说话的话，眼睛多少大嘞？对了，神仙果了嘛嘞？对了，九八八，对了，这种不种的的，土鸡鸡，五年嘞，空炸鸡不嘞？能吃不嘞？看到没有？这叫什么？这里三种什么九八九多的嘞？某人百般恶言诽谤我，而且宣扬骗传传骗三千界，人以仁慈之心对待他，占彼功德乃是佛之心。别人讲粗言恶语批评自己的时候，这件事情本身也可以有正面跟负面两个看待的角度。怎么从正面来看待别人的恶言批评呢？别人的批评可以让我们观察到自己的过失，因为通常自己不会去看到自己有什么样的问题，透过别人的批评自己可以看到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个批评者本身对当事人来说就是善知识的角色，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不管在出世间的佛法或者在世间法当中，有人批评你都是促进你成长，促进你更进步的动力，所以是需要感谢的。我们这时候应该要感恩三宝的恩德，然后做向三宝做祈祷，不需要因为别人的批评而感到难过，反倒应该由衷的感谢他，想着有人批评我，他是多么的重要，心口如一的去感谢对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菩萨心。Romang de Bubusan Gaji got suddenly to get Tangina and I did a give it in the city. Good party by Jasila, yes, a conquest of passion, somebody, not a potter and boys somewhere. Do the Maga, men a gas, men and I don't tell them be. Do the Gajik, the pairs, oh, they be patching, pay up with the two chee, some much more Juroji, sure it. Moran, Zai Yu, Chun Jong, Ju Hui Jong, Tia Fa, was a而且骂恶言，仍然把它当作善知识，虔心恭敬乃是佛子心。这一段就像是巴珠仁波切他所讲的教言一样，巴珠仁波切说：“我不喜欢人家称赞，我喜欢别人回谤我；我不喜欢别人恭敬我，我喜欢别人践踏我。”意思就是说，受人恭敬是有缺点的，是有弊端的，因为它会增长我们的慢心。受人毁谤，受人践踏，会增长我们的谦逊心，所以
这是很有价值的。那个佛学一般讲佛学，咱们大家大话起来，哪几大佛菩萨嘛，几大三宝就话加些啦哩，咱都忙活哩。他们他们就不接，不接这些了，不接这个渣子的，大行过来哩，做那些哩，怕这话搞起起来，这让个用的哩，怕罗波的牛毛不中哩，什的什就不中什么用嘛哩，我家乡可能你什这个看看用嘛哩。你们不萝卜肉上街送的话，我们叫萝卜肉吃没的。萝卜肉可经常没得订，大块没把它有把订，就说这些，那多他们来看这，口罩他们口罩这这把着嘞，萝卜这这上街，那把那些打过来，你们不进他们接的那把那些打过来，没这个这些的早你妈上去，那个做保险那个银水呢，谁的这些你不上街里就空。牛毛不做，牛毛看到牛毛少少了，都让给牛毛把吃蚊子，给吃不的，那个人家做过去，哦，这牛毛的，牛毛看到少少牛毛都的，说不得中国人是。我所珍爱护育如子者，虽然待我犹如是仇敌，好像母亲善待生病而更加怜爱，乃是佛子心。有时候有些父母确实会遇到这种情况的，就是对子女总是百般呵护照顾，去关爱他，但是子女却不懂得孝顺或者不懂得回报，反倒是以烦恼心来回报自己，这时候父母会感到很困扰。可实际上你对子女的关爱，这都是好事，都是值得做的事情。他会如何待你，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烦恼，你不要去观他的烦恼的这个表面，你应该去看你们的心的本性是一样的，你的心跟心的本性跟他心的本性是平等的，是无有差别的。就像佛世尊所讲的，众生本为佛，然为客人客乘者，我们心的本性都是相同的，只是被暂时的客乘染污给障蔽住了。比方说我们的心被嗔的分别念给障蔽住了，所以暂时他就受到嗔心所约制。可是这个嗔心分别念，它只是暂时的状况，它是可以被改变的。如何改变呢？以慈心跟悲心能够转化嗔心分别念，所以它不是一个很久不变的东西。从本性来说，我们的心都跟这个嗔分别念是不相干的，它嗔分别念只是暂时的状态而已，它可以被慈心跟悲心改变。所以我们不要去执着眼前这个对我声称的人，不要执着这个烦恼的友情，不要一直去想这件事情，不管是朋友或者是怨敌，你都不要去只是看着他表面的那个缺点或者是烦恼。你应该要执着的是，你应该要去想的是，他有烦恼，对我也有烦恼，我们的烦恼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是平等的。你不要去执着他的烦恼的这个表象，而要晓得说我们都共享烦恼，所以他展现出烦恼，我可以修持安忍，所以他实际上是我的师长，应该要恭敬他的。让他娘把没被接我养，我接完没接他成那样，那么就是个别让你做你嘛，就是让你认识。可能我接个酒吧去了，我接经常就说去抽个嘛的，我想把这个，这里人也不接完的，掐着喽，你就空天了，掐个喽，这我接个中的。说说了等于在找我解药的是汉皇的，我这里等于喇叭主的亲自杀青不来，找我怕可怕小不来，老满就是教人讲过我们的，我怕我这进可怕小的工作被干掉了是。与我相同或者不如我，虽然起了我慢失欺凌，仍如对待上师般恭敬至我，头顶乃是佛子心。我执会有我执我慢心的话，会没办法有任何的功德。我慢他没有任何的优点可言，而且我慢心会造成欺负他人的状况，这都是非常负面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要避免我慢的影响，应该要觉察到，哦，我现在这个状态是傲慢心，我不应该有这样的傲慢的。对方也是非常重要的，心里面想着对方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应该要恭敬他，就好像我把上师恭敬在自己头顶上一样，这样子做是非常重要的佛子心。
초원 봉기 따지 매니 잡지 내다 동지 답자는 거고 돼서 달라는 데 심바 미바 자세라니 다 누에 나서 다 공이 숨바는 게 돼서 동이 간다 강렸네요 오 근데 문제 내게 남이래 에 먹이봐 로엠 맞으니 봐 참아 때려서 봐 때는 들이 다 사람을 못 봐 저거 때터 용 바가 때 하고니 에 그리 지나 돼서 유모 봐 종리 했는데 양 유모 봐 이제 누구 자와지 유모 봐 돌고리 단디니 맞은 거 직접 매선 生活贫苦常常受人欺又生重病病遭鬼魔侵众生罪苦由我来承受毫无慰藉乃是佛子行 不管受到什么样的痛苦，当大祸临头或者痛苦加深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思维，这个是过去的，业力一手果报所导致的。我过去造了很多的不善业，比方说说离间语或者是行邪淫，种种的不善业导致了今天的痛苦果报。这些痛苦果报从何来呢？从烦恼而来。那烦恼的根源又是我执。 而没有一个众生是摆脱我执的状况，所以这都是一切痛苦的来源。要完全的认识，诸苦都来自于自己的恶业一手果报，这个这样子去承担痛苦是佛子的心意。你把这个嘛，就是那就不要闹着头去，就是不办个，你不没事，你恐怕没办，就是那里耶稣。 把咱们村子那村民同上有把子的，这都我讲个特色。你那子龙就把这普通草花有那样，现在今年我安的到了，是嘛要马些，就把它吃成稀了，它硬的，用的是。现在今年这里，这里就把这地上五个松松的有嘞，如果民间种样，你这根儿。 这个速度可以，切可小的，差不多一个巴掌的多。我家马车上，那咱们上班的，老人家家庭用的人了，这了差不多得把这个了。美名称扬，受到众人敬，而且或如多闻天子才，观世，观世世间荣华无实意，没有骄慢乃是佛子行。在我们一生当中，即便有各式各样荣华富贵圆满的处境，比方声名远播、财富广大众多，有许多的名闻利养，但是这时候也不要有骄慢心，不要认为自己又如何如何，生起我慢心，这是不必要的。你应该晓得。 之所以有这些好处，都是来自于过去布施、安忍还有智慧的果报，所以不值得我们有任何的傲慢心。只有透过布施、持布施、安忍还有智慧，才能够拥有这些荣华富贵跟好处的。我慢心是没有任何利益的，就像是医护主吉田颂公他曾经讲的。 我们应该要普遍的恭敬一切众生，而不应该对他们产生慢心。产生慢心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而应该对他们观此心跟悲心，这才有价值。 这时候，常常的，当地中堂的就碰破了，是女木把捉起来的。因凭落着燃气的发生着，成不了的。这了，样的样的这里，通知难过的，这里在他唱的那些。归档起来的话，我们应该要晓得，一切造就六道轮回痛苦的因，就是我执，它以烦恼为缘而促进它。 所以有了我执跟烦恼，就会造就六道轮回的相，所以我执它绝对是充满过患，它是导致痛苦的祸根，而利他心它自然的会与六度波罗蜜多相应。
一个拥有六度，拥有利他心者，他就能够承办六度。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样子的观念放在心上。上午的课就到这边，暂时打住。